我后面还有人爬吗？没事儿，你后面还有人，竹叶青在你后面，小心点，前面有点滑，哥有点滑这个。嗯，哇，这鞋好滑啊！你这滑吗？是我的鞋的问题吗？你要不要换个鞋？怎么这么滑啊？你的手可以扶地上，没事，稍微蹲一点。你可以重心低一点，这样肯定不会滑的。对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正中。你说太滑了。那停下来，你是几号鞋？37。导演组，有没有37号的女生的鞋？坐下来吧。他鞋真的滑，蹲下来吧。没事，给我一个手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对，目的在，坐在这儿。好了，哎，他这个 OK。谢谢。哎，那个舒服，他那个，你试一下手。OK。我这鞋好空啊。上回下地雨了。我帮你试下，你除一次鞋，我帮你试下，可以试的，这样，对吗？你会顶的呀，试试看。还行吗？比刚才好多了。到了，哇！来，那就先教你们用一下这个。这个呢是我的滑锁，我挽住它了。嗯，不是锁哈，尽量往高处够。好，然后锁眼对自己，一台一台的往上走就 OK 了。来吧，那就走吧。好，我加油，亚丽姐。不着急啊，姐。没事，慢慢来。慢的，嗯。好嘞。可以。会的，姐，这样。尽量不要抓钢绳哈，尽量抓攀架。感觉姐上手还挺快的哈。下一个可以出发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姐，小心谨慎，你不要飘。哇，挺累人的。刚开始走，杨迪，你太快了，你慢慢来，你后面熟了才快。子怡的鞋底好多土啊，我走到他下面真是被埋起来了。哇，姚一姐真是上去了。天啊，我紧张，我想上厕所。这手痛，好紧张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胆小还是胆子大，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还蛮爱爬杆啊这些运动的，因为很高嘛，还是蛮震撼的，所以会有点担心。来吧，往下点后面哦。扶着来，顶那么行。啊。我真的一开始很犹豫了一下，我要不要上去，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掉队。前面有人，后面也有人，没事的。我来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放在这里，一直让感觉到这个啊。好的。嗯，来吧，很简单，不敢大家全部都要扶的。对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看清楚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伟霆哥在后面给我打气，很担心我的这个安全。哇，好暖，那下真的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一起。肯定有怕吧，肯定恐惧嘛。是他希望有一个人在后面，他会很有安全感，然后他会更放心。调整呼吸，加油。OK 吗，哥 ？OK 是 OK， 就是有点累，手臂很累哎。我跟你讲，多用脚的力量。还好吗，竹叶青？竹叶青在尽力，竹叶青在努力。这里过来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哎，好累啊。我想休息了，想先爬吧。妈，抓错绳了。哇，你们在休息是不是？这个地方一次只能上一个。
姐，我上了啊。来，不分心啊，专注的，专注专注。怎么样，还好吧？非常好。偷菜看了吗？我手浑身发抖。好，好累，好累，好。竹叶青，你还好吗？竹叶青都不能说话了，竹叶青不能讲话了。竹叶青，快来这儿，这里是平地。竹叶青拼了，竹叶青，啊！我要加入你了。我们的命在一起。放心，这里面打进去非常深，你两条腿在一个这个梯子上的时候慌不慌？慌，忍，忍。这个基本上用不到，发现没？这个玩意儿是，哪有时间给你？我一直用啊，休息的那个。对啊，很舒服的，刮着。你经常休息是吗？你厉害，这里。你累的时候就刮一掌，很舒服的这个。伟霆好像一个当地的矿工。嗯。不要高兴的太早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哦，这个是最陡、最累的地方，对吗？对，爬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点费力。上去了啊！姐，哎 ，OK 吗 ？OK 的。他反斜的距离有点长，小心膝盖哈。姐，我上了啊！来。哇，这样看也太帅了吧！力量很强。嗯，要秀出你的肌肉，超帅这样。可以走了。这里巨累。这个好，钢条。这怎么这么累啊？确实有几个地方真的很有难度。哎呦妈，好累！就完全是靠自己的臂力了，哥手差点拿不住了。嘿，嘿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！哎呀，完蛋了我。这里好累啊！我不行了，我这个出问题了。我解不到我的这个绳子了，你的绳子打架了，你需要调给他一下。哎呀，完蛋了我！哇，那一刻确实很恐怖，出问题了，我没办法过去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你先下来两步。没事没事，下来两步再搞上去，可以可以。你那个卡了一下而已，你把休息钩扣起来，不然白爬了。对啊，加油加油，慢一点，你的左手放松一点，脚绷直了。对，你多休息一下，没事，多休息一下。好累啊，这里。刚刚太累了，这个地方最累。它那个陡峭的那个程度啊，根本都不是直了，是你要板腰反着身体的水平线去攀爬，还是蛮累的。哥，我们都在。好，你慢慢的。我刚才都有点小崩溃。别着急，我一口气我这个没上去。你就多歇会儿。楚曦，嗯，这会儿真的累。你看起来好像。我都要疯了，刚才。快到了，左边就到目的地了。歇好吧。加油，迪哥！加油，迪哥！加油，杨姐！不用，不用快，不用快，迪哥。对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闭上你的眼睛。不容易的那个，真的很高。没想到他一句抱怨都没有，就爬过去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猛。Yes， 太棒了！上来了，舒服了。刚才我就是上下那一下，简直了。我怕的就是它有失重的那种东西，但
但是有这么多人陪伴之下，一直鼓励你，在前面等着你。你在这都坐着，可以歇会儿。对，我坐着了，那种感觉是很好的。加油，没事的。徐月清，你要小心哦。加油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太快了你。我想对你说，你好棒。你不觉得累吗？这一段手有点累。我跟你讲，竹叶青很害怕，但是竹叶青很灵活。哦，大熊，哎，来了。OK 吗 ？OK 啊。哦，哇。好高啊！妈呀，你坐在那儿啊？太牛了吧你！什么事儿？他要跟你嗨翻。不嗨翻了，啥都不怕这俩。我们依次的坐在上面，我们飞一个航拍。我有点不敢坐哎，我蹲着。你手抓着这个钢绳慢慢往下蹲，蹲完之后再坐。怕得要死，我不敢坐，坐不下去，害怕。我可以。厉害厉害啊，我就不坐了，还要起来坐了以后。哇，真的是不到这儿看不到这样的景色，好不真实又好真实。哇，你们看过那个宫崎骏的一个动画片叫《幽灵公主》吗？嗯，就住在森林里吗？好像啊。他们应该在想说，哎，村里来新人了，你们看，他们就在对面的岩石上。舒服吗？还行，这是我在没有靠腰的地方。我们坐下来停下来，所有人望着远处，就觉得一切都平静了，就会觉得大自然和自己的距离这么近。其实我们一直都属于自然，我也是大自然的一份子，我应该去拥抱它，跟它一起呼吸，跟它在一起。当你真正体验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。然后又有这么多人陪伴之下，它真的让这个项目有了另一层意义。